这比我想象中要大呀、啊、比我想象中要大一点。我说你一个小盆子可能还不太那个。对、你不盆栽了，我养了几年了。它吃食怎么样？吃东西。你是朝阳的还是朝阴的？你现在住的地方？我就是朝这边。就是每天都在晒太阳，是不是？对对。每天晒太阳的话，你基本上的话。我今天中午我投喂了我那只大的，它因为今天我抓了它几次水，它都不怎么开口，要到那个，你把它放到那个朝阳面，基本上的话，像现在这种天气，如果温度再低，它基本上它就不会吃了。像现在这种天气，大概十来天左右的样子，你就喂那个，虾呀，或者是鱼啊，或者是泥鳅类都可以。对，我本来也养了七只。这只是转手的第五只了，我只剩那只大的，感觉对啊，其他的也在群里面。昨天前天刚转手，你看转给这哥们儿的，这哥们儿搞回家给我看一下。这才是昨天刚转手的几只，因为我准备回老家了，所以说这东西，来这个你看嘛，这是星期六他给我发的，他转了两只，这个有多大？这一个有大概7斤，这个大概有6斤，跟这个也差不多。对，嗯、他当时也看了这只，他当时也看了这只，到后面他还晚上打个车过来到，然后这我就只剩这只大的了。哇塞，有点费劲啊！我操，兄弟们吓到我了，感觉有点吓人啊，好重啊！我感觉有点怕，我操，怎么办？我操！确实还是挺大的，我看一下。就这样吧，暂时放这里。